果没有疫情就好了，如果我明年结婚就好了，如果他还在就好了，如果当时好好学习就好了，如果没分开过就好了，如果我今年能过教师节就好了，如果我能更好看点就好了，如果没有忘记初心就好了，如果我早一点跟你表白就好了，如果早点在一起会好了，如果曾经没遇到过就好了，如果从没有在一起就好了。